五十六个总统教育奖的得奖者，无论穿原住民传统服装，也是穿西装，拢欢喜来领奖，会当甲赖总统做伙翕相。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都非常非常精彩，可以看到你们的勇气，也看到你们的坚强，更看到你们所传送的生命的光辉。国小五年，自出世都无双手，敢若倒脚的五脚轻赛汽油店，无坐电动轮椅，穿假脚，一步一步走向台顶，我那是特别受到大家祝福甲鼓励。觉得他很亲切，讲话很温柔的，很开心自己可以带给他们活力。已经看了你十年了，哎，非常的感谢大家。这么关心我，走的也很好了，所以就是我们尽量能走的都让他走，我们就不让他再坐轮椅了，这样。七友力真正真认真合适，又搁真敬业，感染着同学，伊这成长故事，互少侪人感动。林毅是目前读台中一中，伊是重度脑性麻痹，行动不方便，甚至会当克服困难，发挥音乐甲数理、英语的天分，搁家己做教学的影片。口天卷就是倒挂在念，用了计算头隐藏海路运行的方向。用唱歌来甲三个函数甲比结婚，真正厉害。对未来，林业已经有规划。量子力学在人类科技会有很大的影响。我很想借由研究量子力学来共心一己之力造福人类。无论是身体不方便，也是有病痛，虽然家庭经济有那无甲偌好，嘛无放弃家己。这总统教育奖的得奖者，予大家看到因的坚持甲拍拼，有那甲因祝福。平时新闻台北报道。